好的，这场比赛是男子组轻量级，我方是周浩宇，蓝方是李元刚，代表五甲总和，我是运动馆。哇，两人刚开始就很积极哦。那蓝方的李元刚想要试着 take down 对方红方，那现在红方给他一个断头台的手势，看样子只 hold 住了，但不会非常的紧。如果这只是 hold 住的话呢，最怕的就是说他把头抽出来以后呢，从上位的进攻。如果底下的红方周浩林他如果没有做任何的反应，就等着对方的头抽出他呢，他反而会是一个在不利的位置。哇，现在就像我说没错，哇，现在蓝方的李元刚现在抢到了背后的位置，然后试着做了裸脚，这裸脚非常深，可能会 tap 哦， tap tap tap。恭喜我们的蓝方代表五甲总和武术运动馆和李元刚获得胜利。